尾巴锤可以玩更好玩的游戏。什么游戏？音乐。你看，哇！为什么叫我来这里？我很快要去玩游戏了。叫你来是告诉你一个更好玩的游戏。更好玩的游戏？用尾巴来演奏音乐。音乐是什么？就是美妙的声音。莫儿，你做个示范吧。哇，好酷啊！你也试试看吧。哇！孩子们，快睡午觉了。尾巴锤可以玩更好玩的游戏。什么游戏？音乐。你看，哇！为什么叫我来这里？我很快要去玩游戏了。叫你来是告诉你一个更好玩的游戏。更好玩的游戏？用尾巴来演奏音乐。音乐是什么？就是美妙的声音。莫儿，你做个示范吧。哇，好酷啊！你也试试看吧。哇！孩子们，快睡午觉了。